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那么谈完了五蕴皆空法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耳根圆通法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本身呢就是修耳根圆通法门得到的。那么耳根圆通法门在前面的时候呢师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耳根圆通法门。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到底要怎么样来修耳根圆通法门，让我们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前面有稍微给我们简单的说明了什么叫做耳根圆通法门。那么如果我们想学观世音菩萨这样来修这个法门的话，应该怎么修呢？有没有可能修成啊？当然可以啊，因为菩萨既然他自己修成了，那我们如果是也练习啊，当然也可以修啊。不过他这个耳根圆通也有层次的，是从基础的到最高深的。那最基础的呢，就是听声音。这修行的时候啊，怎么样子把自己的心能够啊比较安静下来，稳定下来，然后呢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思潮汹涌啊，那听声音是最好的。通常呢听什么声音呢？听鸟叫的声音也好，你如果清晨起来在森林里边呢，一边呼吸空气啊新鲜的，一边呢就听在这个百鸟齐鸣，各种各样的鸟的声音，听的时候心里很愉快，大概好像是在这个心在洗澡，就是身在沐浴一样。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效果啊，可以买的。对对，有一些 CD 或者是录音带。对对，那就是那种鸟的声音呢。但是听久了也觉得就老听得叽叽喳喳，叽喳叽叽喳喳。心能够安静，但是不能入定的，这是心里很快朗、很开阔、很好。这另外呢，可以听雨声。雨声。那个雨的声音，就带着一点点的风，不是啊，倾盆大雨，也不是呢狂风暴雨。而是呢有一些的雨的这个好像打着芭蕉上的声音，打着树叶上的声音，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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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种声音呢很有规律的，听了以后你的心会安静下来。这要比听鸟的声音要好一些了，因为鸟的声音呢不同的许多许多的鸟，雨声音它那个比较一致了，比较统一了，所以心又比较更容易安静了。这个进一步还有一种声音，因为这个雨声呢，除非你买录音带听，完全是不断的就是同样的录这个雨声啊，这个下下去啊，否则的话它就雨风它会一阵一阵的，有快有慢的，有大有小的，那个声音也不大一样。声音不大一样的时候呢，心就会跟着不一样的，也会跟着浮动。另外一种呢听水。水声。水声。那人坐在那个河流的小的河流，不是大河流，小溪的旁边，小溪的旁边，或者是呢小溪的跨越小溪的那个桥上，
你坐在那边，眼睛闭起来，不必要看，而是耳朵听着那个水的声音呢，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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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那个旋律啊，永远是一样。你住住一天，它一天的声音它是相同，一夜一夜的声音完全相同。这个呢，能够带入你啊，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环境，嗯，甚至忘掉了它那个水的声音，你的心就融入于啊那个水声音，结果你的心就会变成入定。就入定，这就进入统一的状态，内外统一。哎，这个明朝的时候，明朝末年呢，有位汉山大师，他是无意的，有一天呢，坐在桥上面，坐在桥墩上面，他无意的在那边休息，坐下去以后啊，一下子坐了，把时间忘掉，啊，人家也把他忘掉，他也把一切都忘掉，一切忘掉。一坐一整夜，醒过来的时候就出定了。哎，奇怪，我在这里好像刚刚坐下来，怎么坐了这么久了呀？啊，就是他，哎，他感觉上好像刚刚坐的，他坐下去以后就听那个水的声音。因此呢，我也勉励人呢、啊，哎，能够听水，但是也有危险呢、啊。哦，还有危险啊！哎，你坐在桥上面，一个不小心不是翻下去了？哦，是这个危险。嗯，啊，还有，你在水边的时候，嗯，这个河流它是不会变的，气候会变，天气会变的。对，所以你入定了以后，可能又有风啊、气候变了雨啊，是来了，没有人照顾你啊，也危险的。是。所以假如说你的家里你的房子就起在那个河边上，那是最好的。那就听那个声音就很好了。是，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啊、也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好、谢谢师父开示。我想听鸟鸣声，听雨声，听水声，这些呢都很容易做到，而且听的时候呢都会让你非常的愉快。如果因此呢，还能够让你在修行上更有进步，那就太好了。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